韩国 OCN 电视台29日宣布，宋承宪与高雅拉已确定搭档出演 Blank， 该剧将于今年下半年播出，但是具体的播出日期暂时还没有最终确定。 OCN 电视剧 Blank 讲述了地狱使者与一名凡间女子相恋后违反了上天的规定，失去了世上所有的记忆的故事。出道以来首次挑战这类电视剧的宋承宪，因为要饰演地狱使者，预计将演绎从头到尾都是黑色的独特时尚。 이해가 어렵다는